对啊，而且还有很久才破关，今天不可能玩完。还没有 GG 啊，失败了，解除锁定。小樱，小樱，小樱啊，呀，韩守用，韩守用。我想到女主角声音怎么那么尖，追上小樱，与圣雅进行对话，怎么办？各位，这就是一个路线的选择啊，要小樱还是要圣雅？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还是先跟圣雅对话好了。쟤또내맘무시하네넌아직도정신못차리고쟤쫓아다니는거야对啊要你管其实认真来讲啦好我很老实我回答他不是这真的都是偶然啊妈的在学校遇到这怪事그래정말우연일까真的真的偶然啊쟤는무슨홀린것마냥돌아다니고학교전체는귀신에씌인것마냥이상해졌고妈的那个小樱该不会其实不是人吧感觉这个学校有很多有故事的鬼魂아이쿠자상도하셔라이젠귀신들사용까지신경써주는구나신관열람실에가면연두신문고라고있어新楼的阅览室有个叫岩斗登闻鼓的东西，听人声音所做的。하지만그걸써서행복해진사람은한명도없어아마선생들도만들어만놓고신경도안쓸거야신경가세요산사람도그런데귀신따위는어련하겠어왜아무도진심을들어주지않는걸까为什么谁都不愿意相信我？干，看来这个小姐背后也是有很多故事。근데너혹시지영이못봤어自贤。智贤刚不是跟你一起走的吗？哎，나랑같이있었는데아까건물이심하게刚才大楼摇晃的时候受到惊吓，一个人跑到别的地方了。하여간참신경쓰이게한다니까我告诉各位，那个智贤绝对有鬼。我觉得智贤就是造成这一切的源头。아무튼알았어不过小樱背后我也不太清楚。先走吧，不是啊，给我一个存档点啊，我还没有存档点啊，不给我一个麦克笔啊，我没有一个存档点啊，大姐，我告诉各位，那个智贤绝对有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小樱被那个植物给抓住的时候呢，那个智贤就在那个植物旁边，那个盆在那边到处搞什么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智贤问题很大。然后我只想他妈吐槽一下，谁会把学校之间的通道做的这么弯来弯去啊？北七哦，前往新馆。对啊，搞不好这里在哪里？岩斗高中新馆。获得奖杯，越来越深入的秘密。然后奖杯挡住我，看现在时间几点了 ？Fuck！ 这边是哪里？这边厕所？为什么我每次总是不经意之间，我又来到了厕所呢？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我又来到厕所里面，为什么会？我也不知哎，关上门，脱下我的裤子，准备爽快的，等会儿出来一定会很舒服。有人说美术教室有吗？麦克笔，好，那我回去美术教室好了，因为我要储存了。这边用跑的吧。半夜十二点，当我走进厕所里面，突然有人问我要不要擦屁股嘞。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时间是半夜十二点，我到底是要擦还是不擦屁股？这是什么诡异的 BGM？ 干你娘！你是在穷啥笑？笑。
干，不要在我耳边唱歌啦，靠腰很毛欸，干你娘嘞，白痴哦，啊我干，麦不要在我耳边唱歌哦。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妈啦，鬼打墙哦，门在那边。哎、欸，我鬼打墙哦。等一下，等一下，鬼打墙，永无止境的走廊，我操你妈嘞！哎、欸，干很毛啊，永无止境的走廊啊，靠，靠背哦，这走廊怎么这么长？我操，完了，死定了，我出不去啦！哦，在我后面是不是？干你娘，给他小，不是，我要回去。刚才我看到有一个门，我要回去。出不去了。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有门。可是这个门是往新馆的门呐、啊，我回不去啦。靠腰，回不去了啦，白痴哦，无限走廊哦，回不去啦。哦，回不去了。有人说还有路。不是啊，这个路就是一直重叠啊，你没有注意到吗？就是一直重叠的路啊。路现在在开台，就是一直重叠的路。我们去一楼吧。嗯，又是，怎么回事？哇哇！妈的！哎、欸！哇！谢谢圣牙。不会，一中牙。谢谢圣牙，太爱你了。危险了！야，넌대체정신을어디빼놓고다니는거야？我怪我，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先谢谢好了。뭐나도아직네도움이필요하니까그래서도온것뿐이야。干，这学生好屌、哦。好吧，我有点爱上你了。여기신관에와보니小英肯定跟这件事脱不了关系。소용이가이모든일에관련돼있다는걸。那么确信的理由是什么呢？다이유가있어。都是有原因的。잘들어。잘들어。우리가가는곳엔总能先我们一路到达我们去的地方。너나나나지금걔뒤를쫓아가며이상한일을당하고있는거라고그럼당연히소영이걔가뭔가를준비해둔거아니겠어나도소영이를의심해야되는이상황이싫어하지만걔가이모든일에관련된건확실하다고有人说他有点像郭雪芙，有吗？여기사층옥상这里的四楼屋顶楼顶아까걔가옥상으로향하는걸봤어백개백개써여기서도뭔가를준비하고있을거야준비하지않고있어요왜말이없어아직도내말을못믿겠어要不要相信他呢要不要相信他有人说眼镜妹比较好不要眼镜妹很丑、欸、我要他圣雅或者是那个小樱才是我的菜好不好天我好我刚选什么了我信是不是너도참답답하다我刚选不信정그러면옥상으로가서네눈으로직접확인해보자我刚选不信내말이틀린지아닌지아난빨리지연이를찾아야겠어我选不信넌、yeah. 알아서해不要我选不信누굴믿을지확실히정해다生气了아니면정말이학교에갇혀버릴지도모르니까我不信哼不，我们就是要那个小樱了。虽然你刚才救了我一命，但不要以为我这样就会喜欢你，干。然后男主角就变成傲娇。拿一下黄色钥匙套。文件：新馆公告，寒假期间于新馆中央大厅实施的电灯，也就是三楼空调下方的设置的工程，应该业者草率的配线，随便乱配，且于部分就是使用不良的电瓶等，导致发生漏电危机。特定教室在开启电灯状况下，若打开电力控制室的中央大厅开关，中央大厅有爆炸的危险。
若教室经常发生电灯自行关闭的异常，请依照15812的班级顺序点亮明灯。算了，我没差，反正我都是用打火机。期待下一个高台，干别这样，别这样。哎呦，上面有个豆奶，哎，呵呵，呜，好喝。以前不是很久以前有个蜜豆奶，现在还有吗？我都没有，好像没怎么看到它的存在了，是不是隐藏到某个？哇，干你娘的，操！哎，我没听到声音啊，为什么？哇！不是说不会再那个吗？不是说不会在那边出现吗？为什么手电筒的光会透进来？干，干他的门外！等一下，那个球棒透过那个门了，那个他的手透过门了。我是无辜的。What？ Why？ 这边有一个水。各位水水们，水起来！哎呦，什么东西？哦哦 ，What the fuck！ 他头发好长哦，他的脚有病啊！哦哦，要被扑倒了吗？哎呦！哇啊！我干你娘！啊！妈的！我又来了！我等一下，等一下，我损血了。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一直被攻击？这里是哪里？赶快先吃个便当。干，其实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吃便当啊？我们在3年5班。干，快走，快走！我先走，我走了。舞蹈教室。然后，这是什么巫术？舞蹈教室里面有那个奇怪的那个，舞蹈教室里面有红色钥匙卡。哦，什么声音？플라톤이래서양철학에서이성이라오물과구분되는인간의고유능으로규정되었다계몽주의이후에도이성적사고는인간의지식을개선하고더나은결정을내리게하는수단으로여겨졌다그랬단말하지만문제는깔시야시야총보전적해석에반기를들고나섰다프랑스당고용수의인지과现在要做什么？스퍼버박사베이펜스결렬의유고버시아트라어我知道了이성적사고는순전来啊用扩音器来揍他用这个反击What？ 我知道了，要把那个什么，要把那个音箱放到相对应的位置，对不对？靠！要不要再吸了啦，北七哦，干你娘！哦，至少要破，至少要破四面镜子，哎，超多的。不要再吸了，靠腰哦！哎，哦，不要再吸了，靠腰，烂死鬼，操你妈逼嘞！快捡！哎呀！
干，刚才笑了。等一下，不对，灯先关掉。靠腰，警卫进来了。我也要，我也要，要有我也要，我说好，我也我不我也要，我也要，我要。干你娘，直接冲他起了。最后还配一个笑声。傻笑。我有我我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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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不会要打疯子了吧？这个地方真的很像，真的很像监狱，真的很像监狱。啊、哦，不过好处是现在暂时没有那个女鬼跟那个警卫来乱啊、哦。按下冷气，冷气也不运转，似乎没有电力供给。给冷气电力供给要干嘛？哦，这里啦，书柜上有说明书，不过太高了，手够不到。书柜上有说明书，那怎么办嘞？去拿梯子吗？梯子在哪里啊？梯子，嗯，这是什么？电源。灯关掉。电源。好像没反应。哦，我好像把灯关掉了，现在有点阴森森，有点可怕，有点可怕。那电灯关掉的话是，这边灯都没有反应了。Yeah， 冷气吹，然后呢，把这个吹下来嘛，哎、欸，是不是？呜，干这冷气好强哦，妈啦，太强了吧！吹呀吹呀，冷气吹下来啦！书库内容很适合塞进缝隙里。OK， 来了。到底要怎么用啊？这个地方。靠！这样子解锁？哇哩嘞！太神了吧！太神啦、啊！干聊天室滑起来。其实我不想这样讲，我想讲聊天室，各位。哇！哎哎，触发了剧情。干，我被警卫打，可是我触发了剧情，耶、yeah! ！这样子警卫应该结束会那个吧？哇塞！鼓起勇气，我会找到出口的。真的会那样吗？是的，没有错，相信我。嗯？别过来，别管我。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全都是疯子。怎么呢？这种信仰呀？아까소영이랑같이가고있었는데성아가왔어그런데소영이는小英却无视圣雅直接走了。성아는소영이를圣雅追上小英，对她发火尖叫。난너무무서워져서他们三个到底是성아랑소영이는평소에따로둘만있을때가많아항상성아가얘기하면소영이는들어주기만하는편이지만오늘처럼그렇게싸우는모습은한번도본적이없어아까그런모습은感觉今天出什么事？오늘뭔가일이생길것만같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三个人关系到底是怎样啊？可以不要那么复杂吗？其中一人把我们困在这里，
기가든것같아我觉得智贤其实最可疑，认真讲。啊？怎么了？怎么回事？智贤不见了。啊？智贤不见了，警卫也不见了。哈哈哈！呀，我太厉害了！警卫直接消失。干，剧情杀，拿走了太极牌了，所以